自己好吗？好的，我们请出，拜拜，来，我们请出今天的第二组小姐姐。Hello, 大家好，欢迎，我是创造营2020朱主爱。我是创造营2020奈奈张乃馨。我是创造营2020露雅露雅露。嗨，大家好。Hello, 那我今天对各位的问题呢，有关于回忆。我想问你们还记得入营的第一天是什么样子？你是什么心情吗？入营的第一天，我记得当时我刚刚从医院去城堡，来，咱们小姐姐，因为那时候我正在有发了一点小烧，然后就还很怕自己会不会没有办法参加，但是很幸好，我觉得还蛮奇迹的，就到入营的那一天的时候，我就突然康复了，就及时赶得上，这样，所以其实还蛮很多，还蛮惊喜的，对，记得的很清楚。奈奈呢？我呢？我那个时候我真的有很多害怕，因为只有我是泰国人来这里，然后我怕我没有朋友，因为我不会说中文，所以那个是我的最最最担心的东西，但是现在还好了，现在好了，对，现在好了。我那一天我回想一下，我当时第一天好像就特别特别的兴奋，就感觉要开启人生的一个全新的篇章了，因为之前从来没有体验过女团的这种，就不知道是什么样子，然后也很期待，就想知道啊之后可以学习唱跳，然后是怎样的一种生活，就很期待。所以今天来了第二个问题，就是你们和学员之间的问题，你们和其他姐妹有没有最珍贵或者最开心的回忆，可以告诉我们一下吗？我最开心的回忆就是我们在603寝室城堡里，每一次就是去创可少女屋的时候会拿很多的零食啊跟面吃东西，那就是囤到就是每一次公演结束的时候，然后特别累特别辛苦，然后大家聚在一起煮东西吃，那是我最幸福最快乐的回忆。我也是，哎，我们一样啊，对，他都说了，对，我也是，因为我觉得创可唱女，拍的时候是我的最最最开心的时候了，因为我们没有什么呢，没有那么多零食吃，对对对，所以也是我的最开心的时候。也很开心，对，但我最开心的最珍贵的应该就是我在营里过生日的那一次，然后那天正好有拍摄，然后所有女生给我唱生日快乐歌，我就觉得记忆很难忘，然后就很开心，就会觉得是对，就觉得是最特别的一次生日，然后就是最最有趣的回忆。那回忆了这么多美好，我们要不要一起对着镜头来给自己给队友打一下气，好不好？好呀好呀，我们要不要想一个加油打气的好，怎么做？我们就说，哎，你还记得那个钟妈妈那个？哦，对，我们一起吧。对，怎么？钟妈太。OK， 我们在唱个少女屋里面呢，刚好我们三个有在一组，然后去参加节目，然后这一个是我们的开场白。就起个调啊，开始了是不是？钟妈妈妈，太太太，钟妈太，有一点生疏，但还行还行，还可以还可以。那要不说加油中文汉文嘛？聪明，对，应该是中文，加油加油加油，嗖嗖嗖嗖嗖嗖，不累。谢谢这个元气爆棚的加油哈！谢谢咱们三位小姐姐，祝你们有一个完美的舞台，好吗？谢谢。好，谢谢，我们接下来呢，有请第三组小姐姐入场。